好，来，还有一个就是啥呢？那就是流星雨。是，我是面对面吗？我们一起面对面，你会看《神雕侠侣》。哇塞，该不会这一大开始神雕吧？重点就是，其实每个女生啊，家里应该要有这个特别的小盒，然后每天在家的一个小角落，就是做八分钟的拉筋，还有让自己很开心的一些动作。所以这个小宝盒里面，你可以放你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所以你可以放一些干果，就好吃的干果来吃。在做拉筋之前先好好吃。老师，老师，之前看干果很贵吗？不会，只有跟你贵的面对面的人才可以吃吗？这个是用了色、身、香味、触法的方法来动年龄，就是对，就是要有一个用蜜蜡做成的蜡烛，就是不会伤害皮肤、不会伤害身体的蜡烛，点燃一个。好浪漫哦！好浪漫哦！该不会等一下要互相吸蜡烛吗？哇塞！最好要有蜡烛，要有丝布。哇！丝布在干嘛呢？就很容易烧起来啊，老师。不会不会，你看哦，就是你放好一个角落，然后丝布呢？为什么呢？不是眼睛吗？经过就是科学的研究，为什么丝布能够防老？是因为你女孩子一触碰的时候，就缓解她们的心灵，会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，要去买这个，你会很高级，去买来盖啊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很厉害的。然后你可以在那个丝布上啊，放上一点的香精油。天哪，老师好浪漫哦！哎呦。然后就是把这个精油很贵吗？你喜欢的香精油哇！然后你出国的时候，你就带这个舒服，真的耶，感觉很舒服，对不对？真的。然后里头呢，你可以放一些激励的书本，就是很多女孩子就是因为她们带着怨恨而入眠，然后。读一下比较开心激励的小本子，真的会提倡你的心灵的开心，就是小小的动作就会达到养生养心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放了一些小水晶。老师一定要这样子跪在地上吗？可以坐在床上弄吗？这个是在你的家里的一个小角落头，就是给自己那八分钟时间，通过颜色、味道还有那个触感来养生养心。真的还假的？真的，现在已经开始流行这个东西了。就是比如说，我有一包东西，这一包，然后找我家的某一个角落，然后跪在那个角落。对啊，这个是这样，有点像自闭啊。八分钟，就是八分钟。给自己每天八分钟，因为现在很多女孩子就是忙于家里啊、工作啊，就是很少有时间来给自己一个开心的时间，所以这个只是准备工作。所以第一分钟是把东西摆好，第二分钟是就是开始做呼吸法。那为什么做深呼吸法？因为你的腹部有九条经络，这九条经络呢会影响我们青春的干细胞，会唤醒你沉睡的干细胞。就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呼吸法是非常厉害的，你们都懂那个腹式呼吸法，对不对？吸了把肚子吐出来，然后对不对？选一个喜欢的水晶，或者拿着你的丝布哈，然后就放在你的这个颈下，然后双手就放在你的腹部，然后就做深呼吸，做九下就可以了。吸气的时候把气引入你的肺，然后到你的肚子，然后整个肚子要拱起来的，然后就叫五秒钟，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再把那个气吐出来，用嘴巴吐出来。对，鼻子吸，嘴巴吐，大概做几次，少个十次就可以了。过后呢，你再做一个抗衰老，还有就是抗黑色素沉淀的拉筋法，叫做蝴蝶拉筋法，非常简单。譬如你们现在已经做好了，你还在做好什么？憋气，OK 了。第二个步骤，Candice 就要这样做，用丝布就是放在你的脚。那这个拉筋法呢，其实它是拉到我们的美容的经络，它就是我们的脾经、肝经，还有这个肠经都能拉到，是很简单的。只要每天看电视的时候，或者这个八分钟的时候做两分钟，它就会缓解黑色素沉淀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这个你去看医书都有讲。一定要看这一台哦，更疗效。
脚。对，这个拉筋法是这样哦，就是这样。刚开始的人很难做的，真正能做到的是这样，飞起来。起飞的感觉，但是你越做是不是有一点很难拉的？你是完全要平放吗？越拉越靠近越好。对，就是身体是直的。对，最好能拉出声音出来。哇 ！OK， 因为刚开始做的时候，头两个星期是很难拉的，因为我们你们女孩子工作的压力，还有那些毒素啊，导致那些筋骨经络会比较紧绷。对啊。可是如果你每天持之以恒，对，就可以开始。你看。两个星期后就可以了，你们觉得？感觉不会。两个星期后，好好玩哦！你去 shopping 的时候，你可以走更多路，也不会脚酸。这个是非常好来养生和动年龄的一个拉筋法。那最后一个拉筋法是西藏族的拉筋法，这个拉筋法可以帮助生育小孩、缩小腹，还有呢，健准身。好，对，就是你可以做盘坐，这个最难了。你可以这样或者这样，那这样是爬去，你可以这样，这样也可以的。OK， 你们坐在椅子也可以坐，只要不要翘脚就可以了。然后手金刚指，就是你的拇指和你的无名指的下面，然后握着一个拳头。然后无名指就是四只手指包着你的拇指，对不对？然后拉直你的身体放在这里，然后吸一口气。吸到你的肚子里头哈，然后左右转或左转五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要一口气哦，憋着。真正的人可以做50又50下，五十，他们可以做一口气哈，做50。可是我们刚开始做的话呢，就这样一口气就2、3、4、5，然后这能调男人女人的生殖器官，非常的好。